换檀香，檀檀养心的檀，香寄馨香的香，逢人者点香，妾改往修来。火华度生，火华度生，秀色粉绝世，香舍命香。见了面，便是妾身的客人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兄的频道，请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这种 IGFB、Twitch、Bibi 还有 Discord。那在今天7月4号，天姐又曾在领微信官方公告了这个新一零檀香的情报哈。好，然后檀香在前面的 PB 的影片介绍啊，就是一直讲的一句台词：见了面就是妾身的客人了，然后一直说自己很香什么的。好，然后人物情报其实没什么啦，因为这一次，这一次不知道会不会开檀香跟水酒的活动剧情，不知道，因为之前也有一些角色是没有活动剧情的部分哈，像那个白富贵就没有。好，檀香是谛听组织的酒色生香中的香，那这些角色在单机版当中是没有的，这个是在手游原创的角色之一哈。然后这边介绍是说佛前香的化身，那收取代价为人为人实现愿望哈。然后檀香跟谛听组织老板娘达成交易，有朝一日谛听之人得偿所愿，万念皆消，凉下余香，便进阶由他心意挑选。而诺说谛听中他最想得到的便是那一缕酒香，难道是指水酒吗？好。佛前香难了无数载，独独他生的灵化了心。难怪他的造型是有这个一个手，就是而且他的，我猜檀香的那个移动应该是可以浮在那个空中的，我猜啦。然后 OK， 反正他是化身啦，那个灵化了心啊，就是从香转化成人形这样。好 ，OK， 然后这边再一次写说，他初次见到夫人之时，这个夫人是谁啊？没有特别讲哦。络绎不绝，就是香客络绎不绝啊。然后听的，慢慢的听这些上相之人的心音啊，求名或是求财之类的，或者是求长生，来去不过如此。然后 ，OK， 然后香客愿意支付等量的代价，并由他来替这些神佛达成他们的愿望。OK， 然后见到夫人这个时候呢，夫人说，给他一炉香，来日归还。他为夫人藏的愿，让夫人入得帝王梦中。但要收取代价的时候呢，却被那神将横插一手。哦，那个夫人是指那个剧情当中出现那个夫人吗？然后这个神将是相应吧？花皇祭魂与神阙公代代相承，他有些怨怼，却终归没能。把那神将也做成一炉香，这笔债他要不要去神阙宫讨呢？应该是指，对了，应该是指相应嘛。酒，那讨人夜的酒鬼却总向他讨这白来的香，其实是一月一季，现在变成日日频繁。他倒也不是心疼这香，只是喝酒伤身，哪来的身可以伤？不伤身就不伤心了吗？若是人人都像阿香这样待我好，我就不伤心啦。那到底是朋友还是什么？好啦，反正应该是指檀香跟水酒的交情是很好的。OK， 那我们之后再等他的技能介绍部分。不过我们从 PB 看到檀香的大招还蛮华丽的哦，像这些自创角色的大招都越来越华丽了哦。好啦，今天的人物情报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？檀香这个的原创人物的 CG 造型跟他的配音呢，欢迎底下留言跟我讨论吧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的铃铛，记得追踪 IG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